只能给人看个壳，我看个壳冻出来，就看着冻肉吧，可能。肉不能。就是冻成这样的话，一化了马上没了，就变成水了。我知道，他们就给人看个冻的东西，在那里，所有的东西，他不敢把它化掉。这一些咱们的和中医都有一些。那龙虾那个王爷，现在说。